萧敬腾应歌迷的要求合唱起陶喆的经典歌曲 I Love You， 临危不乱的即兴演出看得出选秀节目换来的舞台自信。5号下午，陶喆与萧敬腾为大陆选秀节目最美和声即将来台开播进行宣传，过程中更与双方歌迷玩起和声游戏。 Kelly Kelly我的吻别在无人的街。哎，看到没有，我唱什么他都可以接。两人不仅大谈选秀节目的优势与可看之处，更希望台湾艺人也能有一个激发创意的舞台空间，带给我一股新鲜的空气。对，是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现在做音乐啊，做唱片，老实讲可能是有一些枯燥，在现在的大环境，然后会觉得有一些无奈。可是当你可以看到这些年轻人，他们对于音乐不是只是一种喜爱，而是他把音乐当作是他们的生命，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可贵，而且非常可爱。是，然后可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如果可以帮助他们，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，给他们一些能量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台湾醒报记者杜奕广台北报道。